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冬暖男孩。今天那个大山顶上那个大叔叫我去看一下他们家的电视，那电视好像是个大液晶的，不知道是没图像还是什么情况，我也不清楚，我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有人出发。你好，朋友们。你好，朋友。嘿嘿。今天早上我晚了一点，今天就到家。有的。